欢迎女孩们最好的朋友小陈出场。大家好，我是你们最忠实的朋友小陈，欢迎再度来到小陈杯舞蹈大赛的现场。那么我想这个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大家应该都有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些经典表演嘛，你们要去表演别团的经典歌曲，可以吗？可以。所以是一个风格大转换哦。完全是风格大转换。这个小陈杯的随机舞蹈大赛其实还是有胜负之分，我们五位老师会一起讨论打分数，人气最高的他们每一个成员都可以加1000分。我就是我听到的时候我直接傻眼，就我们当初只是想说可能就是纯娱乐这样，豁出去了，没有任何的黑桃包袱。还是保留了粉红梅花的可爱耶。我很喜欢梅花，就是他们诠释我们红星团的 Fairy Temple 就诠释得很好啊，就我很喜欢他们的表演。新平，你扮演的位置是韵凡的位置。对，韵凡很辣耶，有没有一种老娘也可以的感觉？有，我也会长大的感觉。新平，你会跳辣舞哦？可以 solo 吗？来一下啦，好不好？可以的，来吧，加油！可以诠释，他驾驭得很好。其实你们真的是可以做到不同的舞风，而且刚刚朵莉吓我一跳，其实你帅起来蛮帅的。但你在我心中其实是比较公主的样子，你刚刚有自己幻想一下自己是辣妹，红心里面觉得自己是辣妹，是不是假装一下？辣不辣，微博？应该不算辣了，甜辣酱的那种感觉。哦，甜辣酱，还是保留可爱。又辣，对。好的，谢谢粉红梅花，很精彩。下一组是烈焰之心。时代，你脸从天堂来，A whole new world 对着我敞开，在远方。
好适合哦。对，而且为什么还是很辣哈、哦？对啊，而且船变得很大艘。对，变很大艘船。超大艘，还蛮特别的，蛮好看的，对啊、嗯。我其实已经完全觉得这是他们的舞了。嗯，就他们还是有跳出他们的味道啊，跟粉红梅花一样。嗯。OK， 表演得很好哦，谢谢。下一组血钻石要诠释的是风暴黑桃的表演。干净利落，他们比起风暴黑桃又没有那么帅，但是他们的那个女孩的那种霸气也还是在，也有气质，气质感也有，对不对？有另外一种气质感。风暴黑桃可能更个性化一点，他们比较感觉圆融一点，就是比较多一点的那个威胁性比较少一点，也是个好事。因为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是你们很享受这个表演，因为可能比较没有什么压力吧。对，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跳出来就非常的轻松自然，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谢谢。那我们最后就要来看看风暴黑桃怎么诠释粉红梅花。我们要变成粉红黑桃喽！哎，穿这样要变成粉红梅花。先不要，最后还是有帅回来，最后还是有帅回来。不是，他们在跳这段舞的时候，感觉就是一下可爱，突然偶尔发出那种狠狠的表情，你知道吗？对，有一点人格分裂的感觉的。我看到他们那个有一个小跑步踢后屁股嘛，然后手是整个企鹅手，真的快吓坏我了耶！而且奎尼，你根本就是想要去粉红梅花吧？我是可爱的个性，你刚整个浑然天成啊，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妈呀！而且裴姐，你根本就 enjoy 在里面吧？这也是裴姐喜欢的一种表演。雨熙，你根本也就是喜欢啊。对啊，而且都站 C 位，雨熙都站在中间。你蛮开心的嘛？
每一个人都是出乎意料哎，脸颊好痛。然后 C Holly 也是，好像也是爽到不行。就我看着他们这样跳舞，还挺感动的。就是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因为他们是很一直都是很爆炸的方式在演出，然后突然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表演就是其实有时候带给大家欢乐是更也是个更开心的事情。对，就平时就是比较有距离感，有杀气嘛，但刚刚就是会天哪，就是觉得突然间融化了，当然也很不习惯啦，我承认。我最喜欢的就是黑桃，他们那个反差真的太大，我在台下直接笑到眼泪流出来。如果我们被选到跳梅花的舞，我想我应该也会疯掉吧，就是真的没办法，我不行。大家好，我是林哥世代 DD52 的飞行导师周星哲，赶快按赞、订阅、分享、加开启小铃铛，就能看到最新独家的 DD52 影片哦。